女顾客一入座，上衣就直接脱掉，原来里面穿了比基尼，看看同桌的朋友，每个人也都穿得像去海边一样。原来是火锅业者看准夏天，热浪来袭送好康。同桌顾客美味都穿比基尼，海滩裤或泳裤用餐，就能享指定餐点一折优惠。吃火锅就很热啊，所以就是要，我们都是希望那个布料能越少越好，这样吃起来才开心。一万八打一折，所以才1800。为了折扣，真的豁出去了，也让其他人眼睛吃了冰淇淋。不过在餐厅里倒饮料夹菜时，所到之处难免吸睛。女顾客虽然一开始有点不习惯，但最后还是大方展现好身材，也让团聚吃饭气氛嗨翻天。穿上吃火锅真的是头一遭，要我注意的就是。 就是吃一吃的时候，那个肩带要小心一下，看会不会掉下来。天气好热好热，火锅业者为了炒热买气，甚至把脑筋动到身份证数字上。 和牛下锅涮几秒，粉嫩色泽，肉质软嫩。麻辣集团如今还要再加菜，只要身份证、健保卡、护照号码含有527认两码，前往旗下7个品牌用餐，就能享有不同优惠。像是到新麻辣 Plus 选择指定和牛方案，全桌就能北海道大凡利贝吃到饱，又来 PK 王品的比基尼优惠。另外这一锅更寄出，气温越高，加购食材折扣越多。而每周三同桌4人穿着背心。 或小可爱，点4人套餐也能打3折。火锅业者齐招进出，就盼在炎热的夏天也能吸引饕客前来享用美食。TVB 的新闻，林玉珍、刘玉轩，台北送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